终于庙到了。终于庙到了。终于庙捡很多小吃摊。有广东粥，有咸酥鸡，加热卤味，还有生鱼片，还有锅烧面、乌龙面、炒鸭肉、炒面、火炉炭烤、阿美蛋仔米粉汤。青州小菜，派克脆皮鸡排，汤姆餐酒馆，然后往前走就是长隆路，全家便利商店，长隆路四八巷出来。八方云集，八方云集，大埔铁板烧，酒窝复合式餐厅，还有蒸鲜。八方卤肉饭、肉羹、烧物玩家、烧物玩家隔壁是顶呱呱、益美食品、摩曼顿、屈臣氏。全国电子、亿万里、摩斯汉堡、亿万里、Net 服饰店、大马百货、诺贝尔图书城、加马百货、进口精品生活馆、家乐福便利购、Tent、Awesome、Giordano、海马，一直逛逛，从芦洲捷运站坐车子可以逛到这边。
诺贝尔书城 Thomas 药妆店。Next